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贝，今天我们来做雪媚娘。走起，准备200毫升的纯牛奶，酸牛奶都可以，加入40克的白糖，把白糖搅拌到融化，然后我们倒入140克的糯米粉，25克的玉米淀粉，充分的搅拌均匀到成面糊形状。把我们调好的面糊倒入碗中，一会拿去蒸。水开，我们放入刚才的面糊，盖上一个碟子，防止水蒸气滴落。大火煮它20分钟。蒸好的面糊，我们剥开看看有没有白点，就知道有没有全熟了。加入35克的黄油，趁现在的面糊热量高，我们把黄油搅拌均匀到融化，把面团放在塑料砧板上，没有塑料砧板的可以铺一张保鲜膜都可以，我们油它个7-8分钟就可以了。揉好的面团，我们用保鲜纸把它包起来，放入冰箱冷藏15分钟备用。准备奇异果、芒果切粒备用。我们准备230毫升的淡奶油，25克的白糖，用打蛋机低速打1分钟，再开高速将奶油打发3分钟，打到条纹糊状就可以了。把打发好的奶油，我们盖上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备用。准备30克的生粉，开小火煎炒，炒到面粉变黄，我们就可以放一旁备用。冷藏过后的面糊，我们先它搓成长形，然后捏成每一个20-30克一个面团，如果自己在家吃就不用这么讲究，可以捏大个一点。一个面团我们撒上一点粉，防止它粘连啊。然后我们用擀面杖把它搓成一个能均匀大小的面饼，看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。准备一个小模具，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小碗代替，接着铺上面皮，先放入奶油，放入奇异果，再放一点奶油，最后把面皮拿捏收边。收好后，我们把多余的面粉给剪掉，撒一点熟粉防止粘连，一个白白胖胖奇异果雪媚娘我们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弄芒果馅料的，照样同样的方法啊。最后再添一点奶油，收边，边起来，捏一下。这个刚刚好啊。好了，一个芒果的就完成了。我们今天的雪媚娘就完成了，让我们试吃一下，看一下，那柔软辣是哦，好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小飞的记得关注留言一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